智慧的一天，道尔让您的工作和生活如此智能和便捷。早上八点，您准时上班，来到办公楼。当您要驶入地下车库时，剩余车位显示屏实时显示停车场空车位数，提示您停车场内是否满位。道尔智慧停车系统会自动识别您的车牌号，并上传收费中心，同时车位信息实时更新，让您在上班的高峰期快速入场。进入停车场后，车位引导系统会帮您找到最近的空车位，减少寻找车位的时间。您在行驶途中，灯控系统将前方10至20米的区域全部打开，指引您前行。车辆停放后，上方摄像机拍照并上传数据中心，指示灯由绿色变成红色，车牌号码同步更新。在进入到办公楼后，可通过已授权的人脸识别通道闸，无需排队，快速打卡。您进入电梯后，半球识别机自动识别人脸，系统查到您要去的楼层，并自动点亮楼层。来到办公室门口，人脸识别门禁自动进行面部识别，识别成功后自动打开门，灯光和窗帘缓缓开启，空调调节到适宜温度。如果您需要开会，可通过手机预约会议室，系统会发送会议信息到参会人员手机。参会时 ，AI 人脸识别摄像机自动签到。中午12点，您来到智慧餐厅，结算时将餐盘放置结算区，系统自动识别价格，自动计价，并支持人脸、刷卡、扫二维码等支付方式。餐后可向商户领取电子优惠券，可抵扣停车费。当您需要邀请客人来访，可通过手机邀约、线上登记。受邀约的访客通过手机提前预约车位，使出行变得更加便利。您的客人来了后，无需人工干预，自动开闸放行。客人到达预约车位，可用手机公众号操作，放下车位锁，进入车位。车辆是新能源车的话，可使用道尔智能充电桩充电。客人到访后，需来前台通过道尔人证核验设备进行确认，确认无误即可通行已授权的相关区域。访客系统实时监测访客行程轨迹，并推送到您的手机上，提醒您做好接待准备。客人离开时，如果忘记停车位置，可通过道尔查询缴费一体机，输入车牌号搜索，快速找到车辆。扫码支付费用后，完成充电服务。道尔智慧停车系统支持多种缴费方式，扫码缴费、现金缴费或 ETC 识别车牌自动扣费。下午7点，当您忙完一天的工作驱车离开，停车系统识别到月租车后，主动为您开闸放行。道尔争做国内智能出入口控制领域的领跑者，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品质更安全、更便捷、更满足。